体前屈百积木第一次竞拍，起始目标是12块积木。拍吗？别！拍不拍？揪一下。七已经超过那个极限了，七已经超过人体极限。哎，他们摁了。嗯。就他们摁了，就。啊，你告诉九以下吗？告诉九以下吗？我想等到八再按，但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按。我们这都没有人的手摆在这里。你不说你行吗？我说九以下，他九就按了。中队挑战体前屈摆积木9块，先出战。你先上。你先上。我软，我硬。然后大家都拉伸一下啊，不要抽筋了。哎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朋友们。然后大家都拉伸一下。坐不直，坐不直。坐不直。我跟你讲，我白鹿连坐都坐不直。我坐都坐不直。我落一下。哎呀！我去，还得再宽吗？插不开啊，这裤子插不开、啊。裤子确实有点难受。我就到这儿。李晨先出战，开始吧。你往前，他让你往前。然后呢？完了，然后腿打开，对，前屈，对。你们谁帮忙按一下陈哥的腿吧？这个我愿意帮忙。来来来，我们自己有人，我们自己有人。开始了吗？你得往前跑，来吧。1块。啊，就这样？你拍了9块哦。你是9块啊，还有8块。加油！还有7块。能接力赛吗？还有7块。可以，来，可以，真可以，加油，耶、yeah, ，加油，不要连在一起，摆好连上啊，万万没有想到，1、2、3，深呼吸，1、2、3，深吸，我感觉我像健身房教练，好，吸呼。蔡文静在那呼吸，吸，捡回来，吸，捡不回来，捡不回来了，那就再拿一块，捡不回来，再拿，吸，呼，呼，呼，我给你试一下9块到哪儿啊？1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、9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咱回去吧。陈哥挑战体前屈摆9块失败，你们来吧。哎，不，你要往前，你那个脚黄的在脚踝，对，哎，这哈，啊，对，稍微往后一点，稍微往后一点，他们盯着呢，来吧，好，这样哈，对，我这也遥不可及啊，估计是都不行，来吧，呀呵，呀，呀。呀，跟玩似的。五，1、2、3、4，5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谁？需要帮忙吗？需要帮忙，我没那么想赢。啊，你没那么想赢？他跟我说我没那么想赢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组的都是什么队员？你别这样，我好害怕呀。1、2、3。哇！再试一次啊！那我给你压腿吧，你这呼我一下，呼你一下，呼你一下，对啊，我说呼我们呼啊，一，对啊，呼，啊，呀不不，还没呼，
二三四五六，好，最后一个七，我这个不算嘛，那个得摆正啊。哎呀，摆正嘛，来摆正，摆正了，现在第七块。嚯，后面没力。一二三，三。好，不是你这样，你手在最后的时候来一个这样的。对。就这一下，你知道吧？就这一下。好，明白。对，咱弹出去。一二三。弹一下。没弹稳，你再来一下试一下。送你们得了呗。来来来，还有机会。陈哥，这么多台机器呢，公然作弊。你们这一组会出现在正片吗？没事，多余咱捡到 Z 世界。行，那我们放弃。我觉得放弃了。我们放弃了。沙哥来。我还来吗？沙哥来试试。来一下，我觉得有机会。你不是说你很厉害吗？来吧，沙哥。一。要帮你一下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二，我帮你一下吧。别！让我自己一点点过去。啊，四，好优雅的手指啊。四啊，我也弄了四个刚才。哎呦，沙溢哥可以啊，来给自己按摩。积木也要休息一下吗？刚才沙溢哥说这个我没问题。啊，第五张。哇，可以有机会。五个，第六。我这两块现在比积木都硬，我靠！鱼尾纹又多了三条，老师，我跟人肚子阻挠了。肚子太大，要没肚子就够着了。现在恨自己肚子大了是吧？还差一点点，老沙，还差一点点，这几个了？这是六个了？那能到九个吗？中队挑战体前区百积木九块失败，马上我们就进行第二次竞拍，可以竞拍的是黄队和白队。抢六吧。好，他们的七。哎，我们怎么不亮啊？你们也按了？我快。六姐快。我纯展示，我纯展示啊，纯展示，纯展示。啊！哎，就这个人，就这个人还敢按七呢？就这老妖。二四三，一二三，哎哎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白鹿，你连一块都放不上。就这样还七块，你还拍七块？我为你们拍的。你先把它放正了好吗？我没办法，我没有办法帮你。别贪多，把它给我放正。别急，别贪多。哦、哎。你看这气势，仿佛你已经拿到七了。唰，是什么声音？你最近要坚持。别动。最近的康复已经有进步了。好，再来一块，这家玩小汽车的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要摆正，要摆正，要摆正啊！把前面的人，你先把这块摆正，先把这块摆正，我放弃了。凯哥加油！
凯哥需要帮忙吗？等，不是，你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什么意思？干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他好轻松啊！哎呦，凯哥可以呀、啊！是，妈呀，这原来是芭蕾舞团的吧？这是舞。啊，不要！哦，等一下，够不着了。哦，你俩起来一下。有。哇！哎，差一段。哎呀！这俩都拿出去。哎！这给我放过去，这放过去。你自己弄一边的。这。求我。这个得放。凯哥，深呼吸，吐气。吹口哨。我快点！你等一下，分开了，这一块分开了，别动！快了，加油，凯哥，加油！加油！恭喜凯哥挑战七块！辛苦了！厉害！这芭蕾王子确实是这横叉。张真源，要不挑战一下？哎，张元，你来一下。张元，来一下。我腿会炸的。来，我在这给你盯着，来。撇这么开。我觉得七块拍少了。哇，他手长。哇。他有身高优势。哇。你早点上呗，海参，你让他给你。哇，最后一块了。哎呦，还能修复呢！哎呀，还能给我捋直了！哦，哎呦呵，哎，最后一块！哎呦呵，这小伙儿，哇！早点上啊！来，挑战一个，再挑战一个，再给你个8个，8个能不能？你别为难人家了，这个费世界不？这世界能播吗？能播，必须给你播。你整出8个，你都是我的世界了。快点的。你那个手往前，介入点力。哎，对，要不要我帮你们一下后面？可以，来帮你一下。要握紧。有点像回到艺考的时候。行，那就恭喜白队凯哥真源都挑战成功，所以白队可以在这个项目上获得10分。那接下来我们进行这个项目的第3次竞拍，这次成功的话可以获得7个积分。参与竞拍的是棕队和黄队，你们能几个？咱们正确评估一下，我们就6个，我们6个已经极限了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6个是极限，咱们就拍7个吧，我们6个是肯定的，十拿九稳的。对，如果你咱就拍钱，不拍钱就直接没机会了。你们只能7个。拍吧。他们抢。我们6抢了。6抢了。7。我们抢了6。6。还赖一个，这组太狡诈了，还赖一个。这个组擅长狡诈呀。好，我盯着，我先吧，我最废。好，劈开。不是，我脚踝在这儿。去。
我脚踝在这儿，都到膝盖了呢。我脚踝在这儿，天下第一赖呀、啊，这人，来，来来来，哎呀妈！脚踝真在这儿，我脚踝我就跟腱长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好，劈开，劈开。哎，可以，这才一块，你干嘛？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你要砍过去是吧？你跟我也差不太多嘛，反正是。可以的。哎。可以的。哎。哎呀哎！我这盯着你呢。放弃啊，放弃。来下一个。好，周深可以啊，周深是规矩人，规矩人啊。规矩人，我已经到头了。两腿打开，你怎么的？嗯，你也想往前搓一搓？这段好像在哪儿看过似的。我们得不了分了。你推我一下吧。我推你，我推你，我推你来。来，一二三。啊，不是。啊！我干嘛了？我这你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可以，我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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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推我推我，我忍住。一二三，真硬，真硬啊！第二块，你确定？陈哥加油！好来，你也加油！好，一二三，走！哎、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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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三块，第三块，你。你这么远吗？给我第三块，等会我可以的。陈哥加油！我觉得你往前可以错一点。我不要。三二一走。好，三二一走。三二一走。怎么回事？哎，什么？小妹儿啊，是脚踝对吗？你就自觉点啊。我你女生来吧。一块。呀，很轻松啊。两块。三块，太轻松了吧！四块，哇，加油！最后一块，最后六块是吧？我们追六块，要不要切？这压一下就赢了，可以。这么轻松啊！再挑战个七块吧，给。我们只要了六块。你挑战一下，挑战一下。你要是这一块上去以后，我们再也不说你人高马大了。对，马上把你说就是甜妹。甜妹加油，甜妹加油，甜妹加油！一二三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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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挑战一块，八块，八块！经过这两个项目的拍卖，最终白队获得了20分，黄队获得了14分，所以你们一会儿在画画的时候就会有4分钟和3分钟，而棕队就是用2分钟时间进行绘画。活力满分，一名成员出战，站在软木箱上俯身将康师傅绿茶放到尽可能远的位置，并起身复位。你这太敷衍了。过程中身体不能碰到地面，放置距离最远的队伍获胜。每个人都有2次的挑战机会，最终我们就计算最好的前2组的成绩。啊，就是以组里这个3个人，其实个人最好成绩就决定组的名次。是的。然后大家都拉伸一下啊，不要抽筋了。这个是活动哪儿的？腰。哎呀妈呀，这。开始吗？开始呗，让他们先上。好，按积分最高的先上。你们主场，你们先来。行，那就由白队先来吧。这么草率吗？你先试试吧。行，你先试。他应该很可以，他轻。我是坐上面吗？骨头没事吧？就坐上。骨头没事，但我感觉哥好像多多少少有点下不去啊。我使点劲儿了啊。这哪儿发力？大腿后侧。大腿后侧跟小腿，腰不使劲吗？跟腰有关系的话就没这么弱了。
啊，你手不要拽啊！啊，你手不能拽啊！对，你不能拽着他呀，拽的是裤子，没拽人呢。那也不行，重来吧。一会儿给范儿琴累死了。小伙子眼睛挺尖的，必须的。来吧，重来了。呦嘿呦呦呦哎呦嘿呦呦呦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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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哎呀，我都没地儿坐呀，哥哥。坐了吗？我坐了。不是，我这有点不舒服，哥哥，你这硌着我了。你基数太大了，他压不住你。哎呀哎呀，好疼好疼好疼，不行不行。你这压疼啊？不是，你得坐住我呀。他坐不住。他这个能坐的地方怎么那么少？我能正着坐吗？可以。哦。你能压住我？你能压住我？等会儿再来一次。你头往后一点，这样更重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上套路了。下去，输了。晨哥第一次挑战失败，没有成绩。等会儿我先起来一下，不是我这个腿实在抽筋，抽的有点。是游戏的事儿，还是这个年龄开始？年龄。你得先这样。对，然后一人压一条呗，就一人压一条。要不要我压脚吧？可以。Yes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Yes。哦对。哇哦！我怎么那么累啊？一米二三，还可以哈，可以。来，下一位成员。啊！这肯定压得死死的，压好啊，哥。好。我怎么感觉你要把脸贴地上？不是，弟弟，手往前伸啊，手往前伸啊！哎呦我去！你干啥了？这是发力啊！我告诉你，发力的点不太对啊。哦，有希望，你还得回了啊！哎呦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！汉晨晨的成绩是1米16.5，接着来下一组，过来过来，给坐一下。我的腿啊！怎么我们队两队帮忙啊？那咋整啊？你别说，挺踏实。过年了，快平身，快平身，可以的吧？我该能起了。对不起，起不来，起不来。算了算了，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来来，我压你了。我的任务是把它够回来，是吧？我给你拿回来，来来来，我先给你拿回来。谢谢哥，来，你在这儿行吗？哎，行，那这是我们成绩了。走，这好像真，哥你压住我呀？我压住呢。哦，我感觉他的小腿随时翘起来。不行，来来来，来再往前，再往前。哎，你怎么差一点？我压不住去吗？回吧，哎，哥别动，啊啊！哇，已经很远了，我觉得没我们远。黄星辰挑战的成绩是118厘米，下一位成员白鹿。哇，你这个
坐的地方好少啊。走。哎呦，很轻松啊。哎呦，哎，可以啊。哎，立起来，滚。啊，可以啊。啊，可以啊。哇，好远啊！哇，这还挺远的，很轻松。比我差。我来，我俩一起压你吧。来吧，这样。哎，要不要？行吗？你俩坐住了吗？你俩坐住没有？坐住了，坐住了，坐住啊！你俩可坐住啊！坐住了，我往前了啊！走走走，往前了啊！炸！得，这还不算。快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等会儿，我都等会儿。哎呀妈呀，这坐住啊！坐住了。行了，放这儿吧，哥哥，可以了，已经很远了，老张。97厘米。哎呦我去！小腿是吧，是吧？疼。该谁了？石头缘。啊。还有身高优势。哎呦！哎呦呦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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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呦！怎么那么轻松？哇，最远了，超越了，1.28米。哇，还是年轻啊，真厉害啊！哎呀，张真远呐，张真远，真远。刘洋，把他们都干掉。我来压。好，可以了吗？可以。怎么样？加油！哦哦，可以。哇塞！哇塞！可以，就这儿。我感觉腿没压住，我已经很重很重了，哎，就压不住，腿压不住，起来，起不来，腿滑下去了。他不是压不住，他都快给你压断了。他不是压不住，你腿使不上劲儿，可以试试两人，来，来，锁住，好。加油加油！哎呀，不行就不行，能不能上去？不行，再上去，回去拿，再往回一点，瓶子，哎，对，好，这儿放这儿，不放这儿起来吗？这儿吧，不放这儿起来吗？好，放这儿咱们就起来。哦，那不行。沙哥刚刚眼睛里都有光了，太激烈了。来，海哥，坐了啊，趴着。嗯。哎呦我的！哎呀妈，你这么压呀！哎呦我天哪！哎呀，还这么压呢！来吧啊！来吧，可以了。有了。这腰腹，年轻人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你小心点啊，郑凯也有那个习惯。你发力容易后面。讨厌。好。有了。哎好。哎呀。哦，有成绩就行了。有成绩有成绩。第16。接下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目前的排名情况。我们三个差不多，哎，怎么这么平均呢？我们在每人的两次机会挑战结束之后，可以无限次数啊挑战其他组最远的那个距离。对，你们可以让我们先。你们不用玩，你们不用玩，你们谁超了，咱就把他灭了。谁超？击毙你！赶紧上，赶紧上，干！来，咱俩这样，一人坐一边，这样行吗？可以。哎，哦，哎，很好，很好。超过了吗？超过了。在这儿呢，兄弟，这得是水平，是不是？
卢昱晓的成绩是1米26.5，超过了范儿了，没超过甄媛。哇哦，太厉害了！我们的氧气女孩，卢昱晓不会这块八块腹肌吧？那我们范儿级要挑战。怎么这么卷干嘛呢？你们不用那什么，我们原来也第二。不，那我们也要把你们干下去。干下去我们也是第二啊。不行，我争口馒头争口气。那意思我们要蝉联前二。我必须的，我们都想蝉联前三。你快点的。接下来范世琦第二次挑战。甄媛轻松啊，我天哪，太轻松了，怎么都这样。范世琦的成绩是1米35，目前场上排名第一。这小子真能啊，哥，这句话在东北可能是最高评价，是不是？这小子挺厉害，这真能啊，这小子真能啊，这小子挺厉害，这小子真尿你。甄媛挑战一下吗？试试吧，让我们对自相残杀了。对，你再试十轮，然后咱们去撕名牌累死你。你是这个意思是吧？这个意思。咱们这是一个自我超越的过程啊。人家摆，你们俩在后面演的。怎么了？超没超？哇哦，超了1厘米。甄媛走进我心里，胸肌、腹肌、大腿肌。范世琦，你要不要再挑战一下？我没必要。我觉得你应该再挑战。他不消耗了，我不消耗了。要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就差1厘米。我不消耗体力，我不消耗了。咱们已经中了他们的毒计了。我不消耗了。还有没有挑战我们张甄媛的？我再试一次。放马过来。我上了啊！超越了蓝队啊！没有，真超了。超了一点点。凯哥挑战的成绩是128.5厘米，把我第三名挤掉了。那我们有分了？有了。哇！恭喜白队可以赢得2个词条，中队可以获得1个词条。